行录制。好，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领读的内容。然后背景音，同学们记得保持安静哈。晚上好，我是森森老师。今天是我参加大声朗读的第143天，学员们来介绍一下吧。晚上好，我是森森，是我参加了大声朗读的143天。非常好哈，第一首今天的叫《怕浪费》。怕浪费，怕浪费。以前我吃不完的饭，以前我吃不完的饭，爸爸都会吃掉，爸爸都会吃掉。现在爸爸也开始写诗了，现在爸爸也开始写诗了。会不会？会不会？也是因为我写不完。也是因为我写不完。爸爸怕浪费，爸爸怕浪费。贪吃的月亮，贪吃的月亮。月亮是个贪吃的小孩，月亮是个贪吃的小孩。他专吃不健康的零食，他专吃不健康的零食。半个月的时间，半个月的时间就变得圆滚滚，就变得圆滚滚。天空都有点爬不上去了，天空都有爬不上去了，爬不上去了。他决定减肥，他决定减肥。又过了半个月，又过了半个月。他扭着细细的小蛮腰，他扭着细细的小蛮腰，细细的小蛮腰。爬上树梢，爬上树梢。啊，这个比喻的还是很恰当，也很有趣哈。这个叫花生，花生不是吃的花生哈，是花儿的声音啊。看一看，今天在路边，今天在路边看树上的花，看树上的花。安静下来，安静下来，安静下来就可以听到嗡嗡声，安静下来就可以听到嗡嗡声。那是花的声音，那是花的声音。是蜜蜂在给花配音，是蜜蜂在给花披风。凉快凉快，凉快凉快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家里都闷死我了，家里都闷死我了。我们能不能，我们能不能等姐姐上完课的时候，等姐姐上完课的时候，去个地方凉快凉快，去个地方凉快凉快。这个比较长了。我妈妈，我妈妈，我妈妈是个手艺特好的大厨师，我妈妈是个手艺特好的大厨师。也是一个很会杂耍的特技演员，也是一个很会杂耍的特技演员。他不但是个神奇的画家，他不但还是神奇的画家，还是全世界最强壮的女人，还是全世界最强壮的女人。我妈妈是一个有魔法的园丁，我妈妈是一个有魔法的园丁。
它能让所有的东西都长得很好。它能让所有的东西长得很好。它也是一个好心的仙子。它也是一个好心的仙子。我难过时，我难过时，总是把我变得很开心。总是把我变得很开心。他的歌声像天使一样甜美。他的歌声像天使一样甜美。吼起来像狮子一样凶猛。吼起来像狮子一样凶猛。我妈妈真的真的很棒。我妈妈真的真的真的棒。我妈妈像蝴蝶一样美丽。我妈妈像蝴蝶一样美丽。还像沙发一样舒服。还像沙发一样舒服。它像猫咪一样温柔。它像猫咪一样温柔。有时候。有时候。又像犀牛一样强悍。就像犀牛一样强悍。非常好哈，这个是很有名的我妈妈。来看这首古诗啊，饮湖上。饮湖上。初晴后雨。初晴后雨。水光潋滟。水光水光潋滟。晴方好。晴方好。山色空蒙，山色空蒙，雨亦奇，雨亦奇，欲把西湖，欲把西湖，比西子，比西子，淡妆浓抹，淡妆浓抹，总相宜。总相宜。如果白昼落尽，如果白昼落尽，每个白昼，每个白昼都要落尽黑沉沉的夜，落尽黑沉沉的夜，像有那么一口井，像有那么一口井，锁住了光明。锁住了光明，必须坐在，必须坐在黑洞洞的井口，黑洞洞黑洞洞的井口，要很有耐心，要很有耐心，打捞掉落下去的光明，打捞掉落下去的光明，嗯，非常好。我的大都市里，我的大都市里，一片黑夜，一片黑夜。嗯，我的大都市里，我的大都市里，一片黑夜，一片黑夜。我从昏沉，我从昏沉的屋里走上街。走上街，走上街。人们想的是，人们想的是，人们想的是妓女，而我只记得一个字，而我只记得一个字，而我只记得一个字，夜，为我扫街的是，为我扫街的是。七月的风，七月的风，七月的风，谁家窗口，谁家窗口，隐约传来音乐声，隐约传来音乐声，啊啊啊，通宵吹到天明吧风，通宵吹到天明吧风，透过薄薄胸膛，透过薄薄胸膛，吹进我胸，吹进我胸，我的大都市里，
我的大树，我的大树树里一片黑夜，一片黑夜，一棵黑杨树，一棵黑杨树，一棵黑杨树，窗内是灯火，窗内是灯火，钟楼上钟声，钟楼上钟声，手里小花朵，手里小花朵，脚步啊，脚步啊，并没跟随哪一个，并没一个，我是个影子，我是个影子，其实没有我，其实没有我。金灿灿念珠似的，金灿灿念珠似的，一串灯，一串灯，夜的树叶味儿，夜的树叶味儿，在嘴里融，在嘴里融，松开吧，松开吧，松开白重的绳，松开白重的绳，朋友们，朋友们，我走进你们的梦，我走进你们的梦。嗯，很好哈。云，云，云如同一座冰山，云如同一座冰山，在空中游荡，在空中游动，太阳见了，太阳见了，想把云儿烤化，想把云儿烤化，风儿见了，风儿见了，风儿见了，想把云儿吹散，想把云儿吹散，星星见了，星星见了，想给云儿戴上，想给云儿戴上一个美丽的发卡，一个美丽的发卡。提西林壁，提西林壁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，只缘身在此山中，在赠给孩子的书上题词，在赠给孩子的书上题词，嗯，题词，你一双小手，你一双小手，小手，生来是为了，生来是为了取得美和善，取得美和善，拒绝丑和恶，拒绝丑和恶，你的手也将，你的手也将，用来同那些，用来同那些，祖先们厚实的聚首紧握，祖先们厚实聚首紧握，对了，嗯，在赠给孩子的书上题词，在赠给孩子的书上题词，当你用祈祷，当你用祈祷，使一天终结，使一天终结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你那一双小手，你那一双小手，双小手，我想，我想，也该用来为那些，也该用来为那些丢失了幻境的，丢失了幻境的大人祈求，
好的啊，这个今天的时间就到了哈。今天多少人？24个人。24人。我和24人一起大声朗读，我觉得我很棒。今天我和24人一起大声朗读，我觉得我很开心。我觉得我很开心。非常好啊。同学们今天跟大家朗读的还是很不错啊。那么下周二和周三还是森森老师，然后明天的话会有蒋老师带着大家做大声朗读，好吗？然后小朋友们要坚持继续下去，好不好？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再见，拜拜拜拜拜拜。